不死吧？怎么会这样？赶紧将雷神炮带回来！冰角巨兽在海面急速前进。这怪兽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只要一息尚存，战斗便永不停止。已有十座基地市沦陷，是时候了，让我们的后代失去希望。我不想让我的孩子，还有我们，事关人类命运，我们责无旁贷。这就是人类的最后一战。